三兄六部，仁兄请来见礼了。见礼了。请问仁兄，你从何处而来？从五台县而来。一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？并未遇见。啊，难见的姐姐呀！仁兄，你啼哭为何？仁兄，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？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名叫金心思。金心思，啊，不错不错，仁兄，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，他把为的也喊起。爹是人情的亏的，我知道你可奈我举目无亲，哪一个家中的爹哪里说？啊，原来如此，真来的可恨呐、但不知仁兄高明伤心，何处住家？我名周天佑，家父曾在归县做过生意，我也是那里长大的。仁兄今日何往？欲往韩城县寻找我父。哦，请问仁兄高明伤心，欲往何处找寻灵界？在下李玉村，要往平阳一带找寻家界。平阳一带去不得了。却是为何呢？仁兄不知，贼反并南方攻破偏关，奉言一起，平阳一带已是一系受尽，行老之人多有不便。我如今是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得，有幸从容报归。只是恐有满腹经纶，投效无门，也是枉然了。仁兄不。